还拿水粘替，还没拆呢。是我的。给谁买的？我自己，我都没有棉T穿了，我就寻思随便穿，天太热了。小妹，你现在买东西，尤其是买衣服，是不是我也可以吐槽了？不是吐槽，就是天热了嘛。嗯。网上不都看了吗？入伏减肥，瘦的最快就40天。嗯。所以就随便买一个穿的，毕竟我还是要瘦的。哎，不是啊，啊，我买了一套这个。买了一套这个，跟你们全家差不多的，就是凉快嘛。但是买黑色的，显瘦。这随便来一下。哎，李哥，你看我买这个，你看我穿什么？咱也整一家子，一家三口整一套。咱出游的时候穿，咱一个团队的，我几个齐戴个帽，是吧？那你得买那个亮黄色的。不买亮黄，就买亮黑的。买我那个夏令营那个色。对，那橘色的可吓人了，橘黄色醒目，黑的，对，那个真显可黑了。试试行吗？试试吧。Hello， 你有吗？这孩子，你妈看不着你，看着他跟跳。你妈就那样式的，有点黑，你妈呀！哎哎，这两天天气预报都说有雨，它也不下呀。呀啊！我想咋的？我买这个不应该是童装吗？为什么穿不进去？没事。姑娘，你去试试去。我说我买错，买成童装了。这给那什么吧，给你外甥女吧。这 S。笑笑，你试试吗 ？S 的姑娘，你上去看看。这童装吧，你太小了。你也没胖啊，怎么为什么拍出来你这么壮呢？最近。那天直播了不是有人都说了吗？西厂碰见咱俩了啊！说视频里怎么拍那么富态呢？咱俩姑娘这么瘦。对，那阿姨说了，千万不要减肥了。嗯。哎呀妈呀！大穿这，大穿这，我买的是童装。你怎么寻思买的啊？这么扯淡，谁到了？这给孩子穿吧，挺好看的。哎，系上，系紧了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嗯，你是不是给你姑娘买个衣服？你刚在这整事儿呢？这怎么能这样？我也感觉是啊，这跟他们整事儿来的，哎，我穿不了。就是刚才往上套的时候，到这儿就上不去了。哎呀，我跟着穿这个号。哎，小妹，那你就买大号。对，我过来穿。行不行？咱一家三口整这个出去玩去。我过来也行。是不行？嗯、还凉快。但是你上身，我给你建议买浅蓝色或者是那个白的什么的。啊，对，这个抗造。我那天看了一个访问吧，他们说黑色的就是。吸热是吸热，但是就是人不会晒黑的。真的假的？那黑不显白吗？他穿还是说有点大，在这衣服我能穿吗？这衣服稍微有点大。小妹，你再买个大号的。我得买大两号的，没错。大两号的、啊。早点买，你们到时候出游一起穿。短裤不用配。短裤挺好。往下掉，我是最紧。不是他那什么，他还穿这个骨架还是太小。嗯呐，就再给他整个，就是 S160不能穿不上啊，他号大。那你再试试要不？套不上，怕给人撑坏了。对，这样儿子。畸形。这算是正常的型了。啊，给我整上火。怎么？你穿的衣服居然1.4米的孩子穿着？你没发现医院护士跟护工穿你这什么呀？就一个。T 恤有什么可挑的？嗯，对不对，李哥？没毛病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挺好看的。嗯、你得各种颜色都得穿，黑色也有，白色也有，这个颜色也得有，这叫藏青色。嗯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像紫色呢？什么紫？什么眼光是藏青色？什么颜色？藏青。什么颜色？藏青。藏青色。有点发。紫色，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是紫色。那你这个说是什么颜色？他说的准。是蓝色。啊！你站起来重新瞅，你说的也不对，他是蓝色。什么颜色？蓝的。对，藏青色，这个叫藏青色。我以前卖衣服的时候，卖童装，我们那个童装它主打颜色就是藏青色，所以它是藏青色。这是朱茵蓝吗？啊？什么蓝？朱茵啥的？朱茵是谁？不是茵蓝色。银蓝河，海蓝河，富尔哈通河。回来这身比你这身好看。这裤子留着吗？不是都得换。嗯。换。
你穿多大了？那我得，哎，我得买 L、C、L， 你得买仨 C、L。它就这个版型，你得大两号。嗯、对呀、啊，这 S、M， 我得买 L 吗？嗯，我得买 L， 你得买俩 C、L。你别不用，你看看。哎，那我回明天我回单位看看我的衣服去。不不，你这俩 C、L。行行好。不是男的跟女的不一样，他正常他就穿 L， 就穿 L， 知道吧？嗯，就穿 L。行。